你们要照顾好自己。让妈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小狗也吃得健健康康的，孩子穿好穿暖，换个不掉灰的墙，给媳妇换一身新衣服，给妈换一身新衣服，换一个新的沙发，这样窗户就不漏风了。我们也能吃个好菜了。妈帮忙带小孩子，我和媳妇我以后就在这边工作了，我们一起回这个家打拼吧。我选左，前行于黑暗，努力的光明。左边还是右边？我选右。左边还是右边？我选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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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亲爱的，你做的汤圆真好吃。木地板真结实啊，有钱了，给孩子穿这样宝宝就能舒服的睡觉了。终于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了，给老鼠换个好住所，也能吃上热腾腾的饭了。我也可以穿得暖暖的。差点就饿死了，谢谢你好心人。宝宝病好了。爸爸妈妈在一起有了你，你出生了，我就成为了你的爸爸。爸爸，我是妈妈生出来的，那要你有什么用？只有妈妈一个人是生不出小孩的，你是爸爸妈妈爱的结晶，爸爸妈妈要很相爱才能够生出你啊。爸爸爱妈妈，跟妈妈睡一起，我很喜欢壮壮，那我也要去跟壮壮睡。爸爸妈妈结婚了才能睡在一起，等你长大了，如果你和壮壮还互相喜欢，你们结婚就可以睡在一起了。爸爸，为什么你前面不像妈妈一样有高高的小房子？因为妈妈会生小宝宝，小房子里装着奶水，小宝宝要吃妈妈的奶水才能长大。爸爸，你昨天为什么要欺负妈妈？爸爸妈妈在玩游戏呢，这是爸妈的小秘密，不要告诉别人哦。你要站着尿尿，因为男孩子和女孩子身体不同，如果女孩站着尿尿就会尿不出来。爸爸，你除了妈妈还有喜欢的人吗？爸爸最爱你了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可以把宝宝看了。爸爸，为什么你有小尾巴，我没有小尾巴？因为爸爸是男生，是女生哦，这是你的小弟，除了爸爸妈妈别人都不可以看，也不能碰我。爸爸，我也想玩小赛车，可是壮壮说女孩都是玩洋娃娃的，不能玩。玩具是不分男女的哦，小玩具只要能够让宝宝开心，就是适合宝宝的小玩具。爸爸真棒。不行，太脏了，我还是去外面打好了。衣物整洁无伤口，口鼻左还是右？具有烟尘，我选左。还有块不符身份的玉佩。芷洛，我还是用。真喜欢是那首歌，半夜让人来加班。喂，我们
左还是右？对不起啦，大小姐，完事了，请你吃糖葫芦。这是刚发现的尸体，我胆小，电视干不了，脑子不行，推理干不了，我还是出外勤吧。衣物整洁无伤口，口鼻止痛，却有烟尘，还有块不合身份的玉佩。我选左。芷洛，你怎么看？真行啊，这内设。我还是右。半夜让人来，我还是出外勤吧。衣物整洁无伤口，口鼻止痛，却有烟尘，还有块不合身份。真行啊，这内设哥，半夜让人来加班。喂，你等你半天了。起来，大小姐，完事了，请你吃糖葫芦。这是刚发现的尸体。